嗨，大家好 ，Vincent 又来了，欢迎回到我的厨房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Amanda 又来了。今天我又要再挑战你多一次，看你可以煮出什么花样出来。今天上两期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哎，那个咖喱鱼啦，然后那个 fish and chip 啦，还有那个 charcoal fish， 哇，第一次看到黑黑的鱼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。所以你今天穿黑咯？对呀、啊。OK， 今天我要介绍两道菜，我的材料。今天我要煮的是 sweet and sour salmon skin， 我的配料 ：plum sauce、chili sauce、tomato sauce、鸡胸、面粉、mayonnaise， 还有黄梨、青龙椒、红龙椒。我们一起。去你的厨房看看。对了，掉不 ？Let's go， man。先切一段龙椒，切大一份。哇，我很喜欢大份。大份。你要买？要不要买一粒大份给我？哦，我要东西。Salmon skin, salmon fillet, salmon. Other thing, salmon skin. Okay. 蒸烧前。就是拿来炸了吗？对，拿去炸。如果有水分就可以出油。可以炸了吗？好了，小心啊！不要靠近。这个真的，啊，艾米丽的助手吧。这是等下我们要拿去炸的。这里你有跳跳舞还是想到什么歌？哎呦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小鸟飞呀飞，呀飞呀飞不高。好听耶！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欢快的怀抱。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对了，我们加一点糖。糖？一点就是甜甜蜜蜜。甜甜蜜蜜。对。是啊，就很甜蜜。关小伙，我们先炸我们的蒜蓉椒。倒下去，
的，很美啊！新鲜的材料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一样。微唱。微唱。先吃鱼皮，品尝一下。好的，我用手啊。哎。OK。来，镜头靠近，靠近一点。嗯。很脆，给你们听多一次。真的很脆啊。下一道我要吃的就是这个是 sweet and sour fish， 嗯，这道菜又让我想到一回，我又想到我的奶奶就喜欢煮这道菜给我吃。今天还是算他赢了。节目好不好看？快点按赞哦，快点哦！能不能把这个视频 channel below？ Like and share！拜。